他怎么可能允许你娶一个商妇，一个和他有血仇的前任官妓？身为皇城使，居然敢违例饮酒，难道不怕被治罪吗？你怎么知道我跟他之前出事了？我自然知道，因为赵牌的身家履历就是我查出来的呀。哎呀，他真的好可怜啊！好好的一个官府千金，怎么就一朝沦落，做了官妓了？还不是因为他爹，应边军督巡检使赵谦，十几年前在国朝议和时擅自出兵救了百姓，被言官弹劾治了重罪，祸及妻女。可上述的那位言官是谁呢？咱爹，当时的中书舍人萧青岩。只可惜了我的大哥了，未来岳丈死在自己亲爹手上，隔着血海深仇，这亲事还怎么解？打我干什么？你松开，我再告诉你点好玩的。知道那份吏部关于赵谦的公文是谁安排到你桌上的吗？不是我，咱爹。哼，你查过他？当老子的为儿子奔波几百里，那是理所应当。可是做儿子，要是为女人也这样，当老子的就一定要去查，不然的话，这老子就是一个糊涂蛋。他对我有救命之恩。听我这个当爹的一句劝，像这样的贱籍女子，虽然已经从了良，但是对你也绝非良配。顾皇城，知道你现在的样子多狼狈吗？你怎么那么傻？你以为他会让你娶赵盼儿？他以前不会，以后也绝不会。在他眼里，无论是你是我还是他自己的亲事，都不过是争权夺利的工具。他怎么可能允许你娶一个商妇，一个和他有血仇的前任官妓？不许你这么说的。像你这种假正经的人，怎么会还有脸面对赵盼儿？这就是咱爹心机深重，算无一策。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？因为我嫉妒，因为我恨。明明我才姓萧，我才是他的嫡长子，可是在他眼里，只有你才配得上做他的儿子。未来岳丈死在自己亲爹手上，隔着血海深仇，这亲事还怎么解？你怎么那么傻？你以为他会让你娶赵盼儿？他以前不会，以后也绝不会。你以为他有心，有感情吗？不，他什么都可以利用，什么都可以算计。